台湾这款在路福推出的帝国防线，先来了 ，ra 跳过。哎呀，这个女猎手香啊！可以选一位啊、哦，真龙将士。好啦，哎、欸，没有妹子可以选呢，怎么办呢？义不容辞，你可以嫁给我吗？半神少女，怎么突然出现一个半神少女啊？哦，此生此生命运有君在侧，请纵使沉舟千夫君的宠爱是前生此生最此生此生命运。哪个好？有君在侧，请纵使沉舟千帆，此生此生命运。我们先用这个好了，抱得紧紧的。纵使沉舟千好不好？纵使沉舟千帆，此生命运，必是以夫君相随。这样宠幸起来才有感觉，抱得多，这些以后都会是我老婆了。娶老婆了 ，nice， 耶、！夫君万福。那么快就进重点了，让夫人久等了，我们回房说吧。此生此生命运，想要夫君的爱。哎，就这样而已哦。那我早知道就选别枝啦，我想说他会脱下来欸，哭啊 ！Oh my god！ 难道欸这个女生这个不是那个吗？是不是海那个海岛勇士就放置美少女抽卡的那个女的潘朵拉？哎、欸，连战斗也都一样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大同小异啊。不过战斗画面跟《放置美少女二》是不一样的啊。这款是怎样？第三代哦、喔，还是第一代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这个女的，你看，哇，这潘朵拉好正哦、喔。哇，也就是说，他又有直播间，又可以穿越回那个吗？现代吗？不会吧？这什么啊？这些地图里面还有 VIP 123的，选择英雄，我选择这个吧，越大越强，对不对？我们应该以这种方向去。啊，队伍。上阵，因为他这个画面很明显比《放置美少女二》还好一些哦，所以有可能是他的续作还是抄袭啊，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。要娶老婆了，娶谁啊？哎、欸，没了，膜拜神殿、好吧，那还有什么地方？来，天机阁巡访哎，巡访怎么不见了？皇城。浪漫约会 ，nice。哇，白羊座，姑娘的手艺天下一绝，这妹子真的很漂亮。走吧，约会了，约会了。射靶竞赛，啊，这个射靶是要考量到锋利的啊、哦，
我记得前几天在玩《放之美少女2》的时候，现在风力是在那边哦，是不是要这样子？对吧？对，这样，对吧？你看，果然是有风力的。当时有玩家有在下面提醒啊，我就已经知道怎么玩了。可以送花吗？99朵玫瑰，要花那么多钻呢？有金牛，这边图片好像是一大同小异的哦，跟二是差不多的。来吧，是很不错啦，但是最大的缺点还是在于老婆那边啦。天赐奇缘，每天可以邂逅三次。暗之剑，诅咒水晶，这里还有皇室公主哎，角色都很香的。这位女的，不是同一位，好吧，那还有哪边还没看？抽一抽吧，再来。咦？因为我觉得他抽角色那边做还不错，但是没什么配音呢。所以其实二代跟三代，我看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长进嘛。书状啊，支持原告。异教徒支持被告，春姑一定要支持他，他穿这样子。严惩奸商，这个女的她是叫什么名字来着？我忘了。新功能有一些都还没开启，皇城这边炸弹礼拜，这边还不行嘞。普攻，是美人让我看醉了。千万福，妾身此生命运便是与夫君相随。男爵夫人。一样是点一幕，点一点以后就出现这样子了，然后会有很随机会有小孩，接下来是不是要花200钻了？点光了以后，很可惜啦，我这图片太少了，这样的图片。亲亲妾身。激不起长期玩下去的兴致了，这类型游戏最主要还是要卖女角，女角还是要靠女角来撑场，来打赏。人生海，多谢公，欢迎公，多谢公，欢迎公，多谢公子豪掷千金，这份情谊，奴家百世难忘。欢迎公子，多谢公子赠礼。奴家得公子垂怜，嫩玉主播。我们，我看不到他。公子身边的样子了，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有什么其他图片。这边都可以拿到好多东西哦。不过会不会玩个两三天又跟之前一样啊？就奖励越来越少了。游戏就玩到这边吧，大家拜拜。